哎，我暂时用了你俩了，第一方面是你这药膏搁未，你像一般的迄落外面再买的一条筋的迄落干那么油啊。啊，你这是什么牌子的？碳组糖的嘛，碳组糖也是蛮有名的啦。啊，是因为我昨下无身躯洗了，一般的药膏洗了是那个凉度就没有了啦。啊，昨我身躯洗了无嘛，我你抹过了，过迄个凉凉那个还会很凉嘛，过一凉药效继续可以咧持续就对啦。是寸状的皮肤下面。对啦，啊无一般的药膏你抹的。表面而已，表面洗洗了就断袂凉啊！啊，我上次洗成乌料，就用肥皂一过啊嘛，一过感觉我袂凉，最后袂，洗了还是凉凉的啊。啊，所以那个感觉药效那个存在的，对不对？还在那个运作的，对啊。我在创皮肤，所以感觉讲这跟一般的药膏用起不啥感觉。不一样，因为它要一个袂油啊，用抹了个袂油啊。盖大山。盖大山啊。哎呀，吸收嘞。对啊。啊，无一般药膏拢好油油的啦。啊，油油你即马抹了，你无擦起来，加过着花啊。哦，你看咱拢嘛身体洗了，底下推啊啊，你说我认为不错啦。嗯，赞。朋友一条筋嘛，太粗糖了。大家朋友还记得？来朋友还记得来个后门来哦，连号码，这小姐好不真要赞。